腰，貌若人形，口吐人言。采捕时期到了，站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出来。腰，嘴会蛊惑人心，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我就是妖，我已在这个城市生存了几百年。那妖平日里都什么样啊？我独生于影子怪奇。下去了。画像上看着年轻，看着年纪和我们也差不多。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啊，全靠采捕才能维持他的青春脸蛋儿。说起来，这一货。在这儿正好能照顾你，朕是不是个懂得怜香惜玉的人？其实是被他的妖术蛊惑。哎呀，还好你进去了。你信？